今天要来冰松町的世贸中心看私房夜景，走吧。我们现在到了40楼喽，带大家去看夜景吧。这层楼呢，360度都可以看到不同的夜景，而且还有位置让你坐着慢慢欣赏哦。这边室内的位置真的好舒服哦，感觉好像 lounge bar。这边还有情侣可以拍照的地方。这边看东京铁塔的绝佳位置哦。以上就是今天介绍冰松町站的世贸道路夜景。我是文，我是鲍勃，大家下次见，拜拜。